各位校员，请起立。今日，请坐。各位学员，各位同亲，大家午安。咱大家这三天来，大家感觉有辛苦啊无啊？足感谢，因为恁的参加啦，才有成功的机会。若无恁来，成功的机会较少。所以每一个人拢有这个责任，每一个人拢爱甲恁拜托，恁话家己加油，咱来做一个革命先行者，家己加油一个，好啊，好啊，足感谢啦！因为大家拢要为着未来台湾的子孙较好过，所以才愿意家己开钱来参加。我祝钦佩大家，我大家牺牲遐艰苦来遮三天的受训。因为这个受训的中间，我要用 PowerPoint 足紧的时间和大家搁学习一下，搁一个了解一下。好，我当然就是要甲大家讲足感谢哦。咱用 PowerPoint 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大家已经足清楚。安怎清楚？咱开心的时就放予大家看啊。咱这张身份证咱是晶片的呢，咱是晶片的身份证呢，咱是晶片的呢，是美国制造的呢。三立甲咱讲是啥？讲家己制造啦。我即马要来证实。咱要邀请咱有参加美国的访问团的人请因来证实咱这个晶片伫美国通行无阻啦。安尼大家去甲人讲，互人世界上所有咧看咱的节目的人。才让他更了解咱这是美国合法是通行美国的身份证拜托里面团的人吼拢来吃和大家鼓掌一下，感谢因来证实来请来请来吃来吃吼来拜托吼请我来过来，快紧请吼，请吼。即马我要证明，这张身份证确实有效，伫美国，才拢去美国咱华美团吼，这是晶片呢，大家看好晶片哦，唔是。一般的社团干那 copy 一个讲一张要甲恁收100块啦，是凊彩做一个讲要300块啦、500块啦，迄拢无效啦。我要请咱高三的主席伊是牧师讲话袂使乌白讲啊。我本身是教授，我教授也袂使乌白讲啊，拢爱有证据，所以向世界宣布，
所有的本土台湾人都赶紧来清一张，你免去美国，足方便啦。好，安尼，你甲你伫美国所用的经过情形，甲咱的乡亲、甲咱的同心报告一下。议长、秘书长，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秘书长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同心说，亚夫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7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说非常简单，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二，二变成五，难怪我们高沙就说1234也不知道1+1=2，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多谢各位。啊，唔知咱这个有要阁补充的无？那有，好，安尼啊无，安尼就好吼。咱国家鼓掌的，这张100%有效。感谢您好。其实这不是只有国会殿堂，因为我还有其他同心会说，还有我们进入到那个建筑物的时候，都要用这个证明 ID 进去。然后我们也到 AIT 的时候，我们也用这个来辨证我们的身份。多谢。起码要个合约，三立甲咱乌白讲，讲是自己制造，拜托三立，搁甲咱更正，我们是美国火花，不是我们自己制造。咱即马出去，去甲人讲，你若唔相信。去看咱的网站，啊，甲咱今仔日牧师伫遮咧甲咱讲，牧师袂使乌白讲啊，我就是要搁甲大家搁强调一遍，咱这是晶片，吼。咱晶片来美国合法台湾政府晶片的身份证，咱要去讲讲，拢讲晶片啊，其他的人因无晶片啊，安尼咱则是予大家卖混淆啦，因为讲有人讲台北有甲咱讲，咱是诈骗集团，讲咱这张身份证讲爱摕1000块，就是诈骗集团。啊，你摕一张，
在美国会使通行，什么叫做诈骗集团？一千块尔，什么叫做诈骗集团？要甲全世界本土台湾人讲，我头拄啊讲过，拜托因拢来请一张。你若是本土台湾人，大家来请一张，啊，大家啊，会得伫美国足好用啊！好啊，这里，安尼大家有欢喜啊无啊？啊，足感谢啦！啊，我要予世界诶人拢知影，咱这张是晶片啦、啊，一直强调晶片，台湾。国民啊，台湾啊，身份证，台湾啊，咱的叫大家来请来办啊，晶片的身份证，好、哦，因为咱唔是啊中国人。好，这个大家介绍了后，要有几分钟吼、哦，咱要足紧的，搁学习一摆，好，大家足清楚，我也甲大家讲。咱开幕的时候，开幕的时候，有放三条歌，是放什么歌？第一是台湾啊，临时国歌。第二放什么？日本国歌。第三放什么？安尼就足清楚啊啦。多一个社团，多一个政党，有咧放三条歌，安尼大家会记哩就好啊。去甲带，若无放三条歌，因拢有问题，一定嘛。咱这个论述，就是美国占领啊，咱是。啊，日属所谓天皇的啊领土，啊，就足清楚，安尼记咧就好啊。来遮有诶动心较晚来，毋知啊，未即个感受。那是第一节都来参加开幕，你诶感想安怎？好，我。第一次来听到这三条歌，我感想讲，真正咱甲普通的政党、甲普通的社团，绝对无共款啦。啊，美国甲咱讲，咱也是一个政府呢，大家都爱，咱是法律的政府，所以大家安尼有清楚无？所以各啊，咱的各节目、各安排的这个课啊，大家上三天了后，你就会记得讲，咱唱三条歌就好啦。若无这三条歌，无这两支吉他的啊，伊拢有问题啦。无这支吉他的，啊，无这支吉他的，拢有问题啦。干那差这两支，无准算啦。迄甲美国国防部送咱迄两支照片，那甲送一张尔啦。安尼，这两支机啊是送一张尔啦。啊，伊无了解啊，第二张二重条啦，这叫做啥？读无透啦。我会使甲大家讲。大家去看，若有啥物尊像，啥物尊像的，干那这两支旗仔的，啊，迄拢唔对啦。安尼大家有正确啊无？安尼大家会清楚啊无啊？注意看，若有这两支旗仔的，拢无效啦。所以秘书长甲咱讲，头拄好讲。讲，那渔船啊，要出海，你只能买这两支旗仔去，啊，过来买
这个机啊去三机，甲插座会来遮清身份证。你做你甲咱赛车同款，咱赛车挂 USMG， 无代志啦，通行无阻啦。你若挂这三支机啊去，你有这个啊身份证，你那是通行无阻啦。安尼，大家有欢喜啊无啊？啊，足感谢啦，足感谢！啊，咱即马历史，咱也爱了解一下吼，咱来现一个历史吼。较简单，这大家拢足清楚。这是啥？迄阵啊要拓殖地啦，啊无怪南外地啊，啊因迄个时阵是安尼，所以啊。皇帝对皇帝啊，挂荷兰啊，挂荷兰啊，这是法国话呢，这法国一个画家画呢，啊，因遐的迄阵啊，当时的地图呢，过来看卖，啊，看一张，啊，这是诶，头拄啊，咱雅虎是高沙族的诶祖先呢，伊是牧师呢，啊，因。这个岛，高沙啊部落啦，当时候迄个满清就无法度去统治啦。好、哦，啊，这大家看较紧的，无要紧。啊，是日本啊来啊，皇民化以后是啊，1945年4月7日下诏书。好、哦，啊，咱啊台湾是啊日本的做宪法。啊，所以当时啊，选出三个参议员，五个众议员啊，去日本开会，咱给咱参政权，啊，搁给咱参战权，所以咱有三万9100的靖国神社，好、哦，啊，这都啊，流亡政府。要甲咱洗脑，伊足惊嘞啦，足惊咱安怎？咱迄阵啊，受日本的教育，大家我啊各方面拢袂歹，啊各个条件拢袂歹，惊咱去反伊，讲啊，恁拢是我是战胜国的子民啦、啊，啊你们回归啊中国啦。啊！你们啊，光复节啦，吼、哦！啊，讲这讲叫做光复节啦。你是代表联军来接收呢，走到四川啊，打败战的战胜国啦。咱教务长咧讲，打败战的战胜国就是这啦。过来看，啊，咱大家去想考看嘛。啊，这个唔对吼，这个哪一个去？这个这里我才对，拜托甲改一下吼。哎，安奈阁出这个问题出来吼？是啊，1945年10月25日哦，马上10月25日啊，啊，伊甲咱公布讲是啊，咱光复啦。啊，实际上啊，咱看伊个资料里面，因是啥？迄个是，这是啥？这台啊，这哪要甲放大是？迄、那个怎啊？中国战区呢？啊，迄、那个受降典礼呢？导航典礼呢？啊，伊只甲你伪造，啊，拢用骗的啦！吼、哦，回归祖国，啊，这挂美国旗啊，大家去思考就好啊！吼、哦，啊，较紧吼、哦，时间上的问题。啊，咱去过赢了啊，有4点，这我无爱决定说。啊，秘书长啊，讲过啊，吼、哦、啊。过来就送这两张，啊，头拄我讲啊，咱唱三个，诶、欸，做啊开幕词三条国歌就是安尼啦，安尼有无？大家有清楚啊无啊？那出去，那无这两支，搁无这两支旗啊？你迄个看，你就爱注意啊，你唔好好牵咧行，哦，爱大家爱知啊，啊。过来，这就要证明，
是安怎咱有可能入去啊靖国神社，啊，搁愈来愈大阵。希望今年若有要做历史的见证者，你来参加，吼、哦。我是12月20，吼、哦，啊甲啊24，咱要过来日本，希望大家来参加，安尼好啊，好啊，好，多谢哈，好、哦，这破纪录，要甲大家讲，这是咱破纪录。自啊，咱参加了后，咱这个旗啊，入去天皇，咱从来唔捌有这个旗啊入去啦。啊，咱这个旗啊，旗啊会去入去，因为两届我拢有去，咱有两个安全哨，吼、哦，检查安全的，啊，卡板啊啦、啥啦，拢爱摕出来。啊！内底开落去，那有啥物物件爱夹，啊无就唔予你带入去。啊，佫是旗啊！第一摆第一关，讲袂使哩，袂使哩，这袂使带入去。到尾啊，讲呢听敲电话来讲，哎、欸、啊，这就是咱家己的啊，啊，这会使入来，会使入来，所以大家足欢喜。第一摆，这第一摆的照片。第一摆就拖入去啊！啊啊，这第二摆的照片，吼、哦，拢翕伫遮，安尼，予大家去想就好啦。用一挂头壳去想，卖去听人胡白讲，吼、哦、啊！所以这就是啊真相。啊，当然，这呐要予大家知啊。那个，迄个以前啊，美啊，在迄个中国，伊讲台湾是不可啊分割的领土，足歹嘞啊！吼、哦，迄阵啊总理来安尼甲咱呛声，啊，若要拍飞弹过来，啊，即马讲啊，即马是啥？即马即个讲啦。温家宝讲：“啊，中国啊是核心利益啦，哦，以前是日本的啊有关的领土是他的核心利益啊，因为尖阁群岛是钓鱼台，啊是咱属于咱台湾的，啊是日本天皇的，所以伊唔敢讲啊，完全因的哦做固有领土啊啦，吼、哦，啊这和台。”这是在北京呢，这北京翕的呢，吼、哦，这是这个啊，予大家搁足清楚了解安尼。啊，这大家足清楚啊，吼，啊已经伫结束啊嘛，啊，这都世界上无成立的一个政府啊，啊，因只讲要咧化讲因是台湾中华民国。啊，这有的人我拢唔知啊。这支甲这支有同款无？哈？有同款啊无？伊即马挂这支啦，伊哪会要挂这支？啊，伊讲哦，伊这都是讲啦，讲叫做创意啦。伊除了报纸讲曝光创意啦，伊是哪要创意？甲美国讲。哎，阮也来做民政府啊！阿伯，阮即摆要换七支啊！啊，七支袂用的，阮即摆要换七支。啊，就是安尼啊！大家敢会知？因要做，因家己咧做啊！啊，这啊，暗时，这毋是我翕的呢，这我拢是从网站抓的呢。我讲话袂使胡白讲，我一定爱有真相，这着真相要予大家看。啊，秘书长也讲过啊，有无？啊，迄、那个叫做啊，国共和谈啊，啊，一法签了啊，
第七艦隊的那裡下來，這不是我在說的，這報導給大家看，這都拿報導，這如果是報導，福州的新聞報導，說這個地方啦，要給流亡政府的安，那個基洛葉要來給他帶到這裡啦，要給他帶到那裡啦，不然跟他黑白走，三百萬人走的中國，黑白走去那裡去革命，他們也歹管理了，來這個海，這個啊，為這裡縮起來，你們這裡做過來都把你關在這裡，這要給他們帶啦，這都說好啊，齁，這都說好啊，大家上網去看，較少年的，那個中國福建省平潭島現在在做什麼？大兴土木，齁，在起厝啦，要給他們帶。啊，還有這個大家，齁，美國有在跟我們鬥三工嗎？有啦，這就是在跟我們鬥三工，齁，這大家都知道，這都結束了，齁，金門，說他要撤進啊，齁，還有這就是什麼？兩岸啊，因為這個齁，有在說齁，你看，咱說海防署的說去保護這支旗啊，去走的那裡齁，這一支，這一支，這樣敢是體統？齁，這咱都會得了解齁，這支跟這支啦。美國越來越怕，他又在這裡說怎麼呢？齁，那個，這如果是報導啊，齁，馬英九啊，引狼入室，齁，在頭條平台，齁，這是什麼意思？你看，他們說的話都差不多，齁，他這個啊，李克強在國際記者會有說，啊，中國大陸跟台灣是我們的共同家園，啊，跟馬英九說，啊，台啊，这个就是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家，台湾是我们的家园。啊，两个在斗扛啊啦！啊，恁大家有清楚啊无啊？在斗扛啊，所以爱注意啊。啊，这大家我足清楚嘞，吼，这美国刚才讲这是日本的，啊，伊无啊，这个主权啊。伊无表示意见吼，啊，咱这白纸黑字啦，吼，你看咱这白纸黑字的证书，啊，过来就是要拜托大家啦，回去拜托大家，甲阮斗拍拼，啊，秘书长讲大家较够话咧，吼，啊，亲戚五十拢甲招来请，吼，啊，这就是啊。秘书长嘛，甲咱讲，咱的主张啊，咱开幕式的时候有甲咱介绍三点，咱即马搁加一点，依照法律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目标要去美国，就是要做这件代志，所以足清楚，拢爱有四支旗的，袂使讲。啊，多一支旗啊！啊，煞袂给你炸来，啊是无炸来，这是足清楚。所以不要给人家去啊，乌白讲，吼、哦，这都爱家己心内。啊，因为时间啊过一分啊，吼、哦，啊我报告到这，足感谢大家啊，感谢，落来，请起立。今日下课楼卡黑熊，阿姨啊吼，伊啊拜托啊，举起面顶啊，足感。